哇，原来你才是真的社长啊！哇，第一回合就召唤出亲眼的救急人 ，Future， 拿出 Party， 在龙黑魔岛，そして永遠の魂の効果発動。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对这次游戏王展的感想与表演赛的精彩对战吧。本次为了配合 Master Duel 登场，展区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只要来参加就可以破关抽奖。那关卡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体验游戏王旗下的各类游戏。第一项最简单的关卡就是跟这个巨大化黑魔岛合照上传。看着这么大的黑魔岛，有一种莫名的庄严感，真的是好大的魔法棒啊！在这么多展区中哦 ，Master Duel 的部分应该算是本次最夯。令人意外的是，会场不仅摆设了手机、Switch， 连被戏称是海马社长本人抢到缺货的 PS5 都可以试玩，只要打完一局故事模式就可以盖章。接下来我挑战的是游戏王相关的有趣问答。原本我很怕会不会这个问题也太难，但其实都意外的很简单了。例如说出游戏王的几个种族，那其中呢还有存款不足、白魔岛这种奇葩来乱的陷阱选项。再来 Duel Links 的体验部分哦，也提供了平板以及电脑可以试玩，只需要打败生命值1700的 NPC 就可以了。那这么刚好，我们的怪兽攻击力也是1700，一拳的把它给击碎了。在实体卡牌 OCG 的部分，这次会场不但有贩售各系列卡包外，为了让新朋友也能体验实卡游戏王，还请来了世界冠军汪家信来教你玩牌，就算不用带牌也能体验实卡的乐趣。此外，官方也举办了限定比赛，不管是新手还是老玩家都有活动可以参加，整体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那这次除了受邀介绍与回顾展览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出席表演赛。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当天的情况。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进行 Master Duel 的比赛了，那我们可以先请教两位今天用的牌组是什么吗？我玩的是 Blue Eyes White Dragon 青眼白龙。好，伊莎，那大家都知道他的对手是谁？黑魔岛。布拉图马吉祥，布拉图马吉祥。塞丘诺基里夫达，塞丘诺西莫贝。就是青眼白龙队黑魔岛。好，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行我们的 Match Duel 比赛。决斗擂台。Go, go, go.来，伊莎先，伊莎先，哇塞，魔法阵，魔法阵，我是不想拖台前，但是我要想一下，还要思考思考。那不然你想太多也不好嘛，你吃过了没？破卡哈斯顿，那你要 Thank you no kidding 的，布拉库马吉神，哦，手控马吉海耶，哇，果然跟亚图姆一样，第一回合就召唤出黑魔岛了呢。カード一枚をセット。そして、ハンエンド。啊，这个卡多阿斗。哦，有会流吗？没有会流吧？丢一张，抽两张。太清楚啊，我的白龙。哦，亚白龙。特殊召唤，青眼亚白龙。没克吗，兄弟？我要继续展开喽。都想看新的破格，是不是？来，开下去了。最后一个魂的，我们来，我来，安静的哇，原来你才是真的社长啊！哇，第一回合就召唤出亲眼的救急人，哇，这一连串的操作，余渣没有还手的余地呢。哇，成功打斗，有事吗？难道是？是吗？效果没事。我要出卡多哈斯，永远的魂啊！谢诺阿巴西，永远之魂，可以复活墓地的黑魔岛。我是的布拉库马吉修，从此修开始。そしてダークマジのサークルの効果発動。まずいやべ。效果把你给除外。我要出卡多。救急龙就这样没啦！我溜探，走喽！哇，这个手牌抽到的有点尴尬。What is this？ 自己要一起来混吧。马赫卡多哈索 ，Fusion。等一下，思考一下，你可以融合什么东西？斩龙黑魔岛吗？可以吗？来来来，我把马赫雷达下去探亲。马赫卡多 ，Fusion。
Two Party， 再龙黑魔岛。そして A の魂の効果反動。哦，这个是非常。ブラックマジション又来了，黑魔岛。ダークロザ。ブラックマジション。2500分。4400，你的生命有如风中蟾蜍了，帅哥。君のターンだ、タイバ。このカードすべて決まってるドロー。可以可以可以。あ、这个カード発動。何？被康掉了，无情的连锁，把你的魔法卡给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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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掉。啊！哪里过来？我想试试。一言不合先开吉他。哇，这吉他好听啊！旋律丢一张，抽两张，抽两张，抽抽抽，最喜欢抽牌了。亲眼的闲事，展示手牌的亲眼白龙，特殊召唤亲眼哑白龙。亲眼的精灵龙盖一张后台，是啊，动手动手动手。局长思考，我来偷看一下你的手牌。哦，银橘橘的，红红的。啊，魔法师的棒子，黑魔岛女孩。哎呦，哇，我们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连出的。魔法师，哦，卡欧斯，开辟的使者。打不过去的，对方的屁股太大了，太大了，结束这回合。精灵龙的效果发动，解放自己，从额外卡组特殊召唤，苍眼的银龙。我说你打影衣哦，你玩影衣哦，不是影衣，不是影衣，这是冲破魔，我流淌的喽。来，渣哥来打牌，渣哥来下怪，渣哥发效果。哦，巧克力黑魔岛女孩，哇，现在陷入到一个僵局了，你打不过来，我也打不过去，大家的拳头都是3000分。哎，那他的血啊，永远之魂，来跟他去了呗。他的攻击力2500分，2500分，对面的3000分。哇，这个台面好厉害哦！啊，3只2500以上，3只2000以上，还打不过，打不过。来吧，影一，你竟然打我的蛋！开辟的使者3000分攻击力，还有黑魔岛跟黑魔岛女孩，然后帅狗现在特殊召唤了一张青眼亚白龙，守备力3000。哦。布鲁埃奥斯马克斯多拉狗。哇！哇！哇！仪式召唤。亲眼混沌 Max 龙，哪个错？攻击力有4000分，就是嘣嘣嘣，现在就打过去，嘣嘣嘣，你也赢了，哪个错？嚯，就这样没了，就这样不见了，就这样挂了。哇，亲眼白龙又来啦，发动魔法卡，银龙的红袍，白鳞龙可以选择对方的后台。一张出怪，好，现在帅狗场上有一堆的大怪，攻击力最低2500分。哇，全没了，这是必发效果。开吧，啊 ，no， 終わりだ ，you no， 啊。帅狗复仇成功。对，其实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游戏当中看到有人呢可以成功召唤亲眼救急龙，也没有看过亲眼混沌 Max 龙。我觉得真的是蛮混的啦，真的是蛮混的，因为呢 Max 龙剧场版登场，那救急龙是社长一开始的最强龙牌，非常符合我们狗哥的。这个社长的这个定位。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和各位决斗者的热情参与。那之后接下来4天的比赛呢，每天我们都有现场
开放给我们的决斗者，可以来现场报名来参与到舞台上一起来玩 Master Tour 的比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帅狗加入，感谢鱼刚的加入，谢谢。谢谢鱼刚跟帅狗，帮他们掌声鼓掌一下。感谢主办单位举办这次的活动。回顾本次的游戏王展哦，无疑真的可以说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展览。游戏王是我从小就热衷的卡牌游戏，它的卡片设计概念与精彩的动画，还有不断进化的玩法，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的喜欢。而能够在这么令人兴奋的地方哦，与帅狗上演游戏与海马的经典桥段，我觉得也非常的光荣。如果你是对游戏王有兴趣，或曾经你也是个有着成为决斗王梦想的朋友，有空都可以借由游戏王旗下各类游戏来体验全新的游戏王，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再麻烦帮我订阅并且按个赞。我是鱼章，我们就下次再见吧。